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并维持园区的运作，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很多的菩萨们一起发心到布隆族的部落去关怀这些低收入需要关怀的老人。因为我们去看的时候有三户，觉得心很酸啊。一户是在山上没电，但是有水，但是这户人家70多岁了，一个是79岁，一个是73岁，然后两个老人家相依为命。对，种一些菜啦，这样子，他们下去是买肉而已啊，其他的就找一些那个野菜，然后买些米这样子，对。种田嘛，但是有之前你跟你跟我讲讲，这是台风啊，他跑上去要采那个梅子，他这不是没想到倒下去了，是打到口，跌下来。差一点死掉。阿弥陀佛，打话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他说勿念朗，就是说永远快乐，永远快乐。OK。谢谢
那还有一户就是整个自己的家都烧掉了，然后呢家里很严重，也剩下了两个老人家尤其老人家看他们一天一天老，然后走路也不方便。之前这个是死角哎，但这个当初烧的时候就打不进去电话啊。最近我才知道的，那他当然先生打电话，他们出状况，我就跟他的女儿联系的时候没有接电话了，我就跟他的那个女婿联络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我的老婆就我下一个怎么会这样子呢？多念观心菩萨，就有福报。那么观心菩萨，你念观心菩萨，很苦的时候念观心菩萨，他就来帮你忙。对了，叫观心菩萨来帮我们忙，我们很苦就没有烦恼，就没有烦恼了，就健康了。我们都是这样啊。好，这个就要放了哈。这个要压才会开呀、啊。你们就不要说了啦，了就这样了。这样拿进去就好了，不要再说了。另外一户人家家里又有一个儿子又聋，然后又哑，然后母亲又摔伤，然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照顾，然后整个家里整个很乱，物资真的很差很差。他这一户哈、他现在是一个他有两女一男，他现在这个叫聋哑，他是聋哑人士。现在已经往生了，前几天呢不小心跌倒了，因为走路不方便，失足对，而且他本身就已经有那种残障，对，走路又不方便，走到这里、还好这里都没有外伤，对啊对啊，这种一头就栽下去，又下坡嘛，就抬栽下栽下，要小心啊。他这个有火烧，所以是火，对对对。后来就重建，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在修补了。后来我们有请那个地方人士帮忙盖，就他就弄一层铁皮，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子。他有的时候就是靠那个他小孩一个月3000多块钱吧，其他的就是有人的救济的这样。他也不能工作啊，你看他的那个什么身体状况就不行啊，不满意了。真是不满意呀、有时候随便吃这个野菜也好了，吃得饱就好了。谢谢他们啊，谢谢他们。只有这句话，我没有别的。